从你当兵后啊，我们负责俩就没说过话。以前吧，你非要开飞机，什么成这样啊？你怎么飞？爸，如果我不飞，这项目就没有办法完成。飞机在天上。 儿子不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不飞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害怕我，也想放弃。 不会去了，我也不能当逃兵。我要试出最好的飞机，让前线的战斗员安全回家，陪他们的孩子一起长大。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。 以前失去的，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。